好对。哦，我妹妹姐你拢搞买一包了，好食你头日买两包三包买了，不要勉强。一包够买了，睇下未？一包拢有啊吼。多你袂无？姐姐。一包拢有啊啦吼。买着，你把你做的来做一批产品，袂好白甲你讲，吓，来，这个咩啥？来起来，我起一只药膏啊，吼。来，这边加一百了，一百块，哦，这尾鱼头，一百块，来，一百块，罗，这堆头，一百块，大大只，一百了。我今日先搬了，我早早搞了，无只看人啊，无只坐，早早来了，我即马人拢过来咧换，一百了，一百块，一百拢有啊吗？有就收啊。来，谢谢，来，来收个，啊，搞我好啊，过来买个啥？阿妹，你看我虾仔贡来无啊？虾仔贡我想要卖虾仔贡哦，推销。诶，塔可小章鱼，啊，这八千啦，八千啦，啊，八千啦。是啊，小姐。来几千个？来，我来介绍一下好不好？你大包的哦，有人可以看，香的了，有人可以看。我无的哦，伊这拢香的呢，虾仔卷吼，伊个顶悬下骹拢煎，啊，当下咱个煎哦，赤赤胖胖啊吼，啊，当时咱也食袂了，咱个做点心啊就过得啦。吼，啊，你讲要爱胡椒，还是讲要爱番茄酱，真迄拢用不了了，鱼仔拢用烧了了。一个妈妈来见面，四箱包烧了了，全部全部都没了。来，你要食虾仔卷的人，给我来报告吼。这次也唔免做你看我吧，这两包对调好无？对调。四个人给我买虾卷吼。哪点的？四个人去啦，阿峰你拢无啊嘛？来要食虾仔卷，唔免三百二啊，五箱的呢哦，一百块了，来一百块，一百了啊，虾仔卷一百块了，来一百块三要食虾仔卷啊，一百块了。感谢你，来你个收起。QQ 包哦 ，QQ 包唔免啦，来卖些啦，人其他爱些啦。你有要食些无？那鸡皮的奶黄包啊，这当然是萝卜糕啦，简单拢上来，铁路排骨，简单拢上来，一步一步来啊，系啊。这奶黄包当然你甲吹吹做早餐啦，吼、哦，这一包唔免两包，两包唔免四包，无啊，对不？两个人加搞买啦，先客钱的先赢，一百五十落啊，百五块，奶黄包一百五就好，包括落你包落。啊，我咱钱我向客甲存安尼啊，我无客几只客去。我甲你讲话，你唔做。来百五个买来无？百五拢有啊吗？来有啊，无咱甲下车落好无？咁听有？来，有人要食这无？春水堂的萝卜糕，有人住台中，现场敢有住台中啊？台中春水堂应该无人不知吧？这春水堂你去食萝卜糕，含这个同款的，工程工程出产的吼，来。这一包免三百两包，这包要减无你吃，来一百五十块有人买来无？一百五。你买来睇下看嘛。百五个要吃来，来免睇啊。百五个要来无？然后等下我要意大利面。来有人要吃这无？我即卖你画的物件拢是我的招牌，较俗啊，较好吃的吼。我一开始拢画这个物件，这拢基本的，逐工拢卖了了，这拢卖好吃，你再看吼。这两面就像了，人带老客户来了，一直讨价。我即摆客做啥物件？这铁路排骨，这同款用煎的，足香的吼。同款一袋免三百，唔免二啊五，卖你两百块。我两袋卖你两百，三袋卖两百，四袋卖两百，五袋卖两百吼。来，啊先客钱的来，这两袋我搁请你吃。啊你来两百块买只哦，铁路排骨，两百了。加。你要第几啊？来，迄个我了，迄个我了，这边我要落啊。一袋两百，两袋两百，三袋给你，四袋给你，五袋给你。哎，六袋哦，你七袋哦，你，这拢是咱逐工哦，无停的一直卖啦哦，这拢人家一直学了，我是也一直卖啦。哦，人家若无学了，我就先甲停掉吼，我拢卖人家爱食啦，三袋、四袋，来五袋哦，你，来六袋哦，你，来七袋，这两包够要来无？收起，这两箱满，是的，包好一满一满啦。这连介绍嘛免介绍吼，哎呀，这真正你别心酸的。这叫迄个啦，这叫意大利面啦，够人要爱。
意大利面要吃的人家有番茄啦吼，啊有迄个白酱，啊你介意食啥物口味，你会当拣，吼啊三包，啊我头家搁加一包四包，啊一百块了哇，来一百块，有人要吃意大利面嘛？一百块了，吼这白酱的，啊这番茄，来一百块，有人要吃意大利面嘛？一百块，来收起。行，怎么煮啊？中不？你讲怎么煮？用我烧尔，用我烧尔，一百块要下无？来收。来，你若要点菜，安怎点的？你若介意啥物，要甲我讲，啊无我嘛唔当你咩啥。蛤蟆好，蛤蟆。啥物啊蛤蟆？二十块卖你，你买下就二十块，便宜一个了。来个买啥？你点物件，我就熟你安尼吼。哪点菜，哪点哪卖安尼。搁有买下啥物无？你敢有到中远？哎，我看会出来，啊！你起来，我来拍片。吼，我看会出来，你应该是倒附近的啦。啊，我来甲加一寡片，深度较好。吼，啊，到时啊，人愈来愈侪，加一寡片，啊，甲套一个拢啊。哦，来，我一步一步吼，啊，我思考一下，好不好？吼，来，阿叔，啊，你到时啊，上回哦，一步一步去。吼，这免啦，这可以。金宝啊，好啊，金宝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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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是啊。别。阿峰，咩啊？嘿，阿峰对哦，你位一边一箱一箱一直塞过来，汤类我目前无啊吼，你一步一步一直塞过来，一箱一箱一直起来吼，来。啊，这金宝啊，这用我烧了做好食的吼，用我烧，冷气开了用我烧落去食吼，一点唔免招320，两个人家搞买金宝，互你食到你的套利额咯，上新客钱的生意，100块来占门啊，100块了啊，100块了，来100块，金宝啊100块，大你后边先来跟我讲啊，这不要啥跟我讲哦，100块要下来无？100块，谢谢，来。来，搁起来。啊，啊你医生也无爱先来。下骹先通镭的。下面迄啰两号梁，两号梁牛筋啊，用台仔夹啊，轻松啊。你用你的台仔来，我无紧。有人要食鲍鱼无？迄种退冰就当食啊吼，这免煮啊，美乃滋，这一条鱼啊，五两只500，一条鱼啊，五两只500，两个人客吼，先客钱的生意，我规年套餐拢你卖这无停啊，200上面吃200块，再搁送你200，再搁你200，啊你先客钱的，剩这两件卖卖全部拢给你，两个就好啊，200块上面吃200块，来200上面啊，迄个鲍鱼200块就好，有啊吼，谢谢，来谢谢，用下车了，够吗？好谢谢，我等下去采药你啊。来，这我还袂花，一定卖二30几支啊！啊，拄啊烧卖两卡杯，拢3块杯，人拢买啊，这袂好笑的吼。哎，这两二两五谷鸡腿，规家腿拢无骨，等下要煎要烘要安怎煮拢好，吼，要煎要啥拢安怎，拢好，拢无骨的哦。一支100支，2支也是来，要食鸡腿的，听我讲，两个人客搞买，三个人客搞买，四个人客搞买。唔免招你开偌济，开300，开二啊五，落免先加钱先啊，200上面吃200块，我将卖袂要送互你吃好无？开200落啊，来迄个牛二两五谷鸡腿200块落，来200块上面吃排迄个鸡腿的，这两支过来安尼，来200上面吃200块，等下吃啦，我搁有恁阿俗的好无？这两支我拢无啊嘛，我无这两支搁送恁啊，我卖搁看落啊，拢来啊，两个人客落啊，200。小姐，最后一个，我这无好笑，搁会当退钱哦吼，我退钱是无你啰嗦的，200块落啊。因为咱这长期性咧卖哦，规年套餐这无停啊，200了，拢有啊吗？恁家有人要食牛筋无？我足久无炸出来啊！啊，我其实这拢有咧卖啊，我拢伫网络上咧卖，啊，我从来无咧炸这出来。我相信逐工你去，你拢知影。啊，我今日炸出来原因是，即几工我出来即礼拜，陆陆续续一定有人加甲我讨这牛筋。哦，这等下你要炒饭、炒面，你泡面甲南味拢适合。你要煮肉、煮火锅啥，你甲南一包来，口味拢无同。哦，这叫麻辣牛筋，牛筋啊！伊伊要来吗？阿峰，伊要来吗？我是咱的会啊，来。这一包炒一半，可能甲鱼啊五，这牛筋啊贵啊吼，鱼啊五加鱼啊五者。五啦！两个人客，三个人客，四个人客。同款唔免招500，吼唔免招300，啊先加钱先赢，200块了。你甲食煮泡面就过台，再搁送你来200块了。来200块上面只200块，谢谢，感谢你。阿公，这有你收哦，谢谢。500啊，无。500这款拢无。500啊。上面只这，啊牛筋你要来啊？好。哎。你攞起来，我睇下。你带唔带？上面啊。阿伯，你上面吃红包，这红包，这大粒的红包吼，这年菜大年菜啊吼，这无要紧，你也用车轻松啊，
这只要唔免招一千招八包，啊先加钱的先摇，350上面只300，来400有挂这个月亮虾饼，好，您这位来。你那红包你吃到你一定搞好多啊！这两块是交得好啊。到你这个意思。一包，我看那无，看你啊，这个。来过来买啥物？要吃啥？我讲我吼。来过来要点菜无？来小龙汤包，我改坐后边了。小龙汤包给你。嗯。这嘛拢热销产品啊吼。这种的拢甲吹好烧就好啊，这拢上好吃的吼，吧？你一包才坐了嘛，小龙汤包，吼、哦，我唔敢讲伊偌好吃啊，你买着拢甲我好落啦，这一包免300，唔免几啊个，卖200就比我较俗啊，150就150，来小龙汤包150要吃150，150咯，来小龙汤包150个要吃无？150，买两包，三包，150拢有啊吗？谢谢，辛苦，谢谢，来看要搁在啥物哦？后壁回我豆豆起来了吼，哎呀，即摆无人，我豆豆起来，来我看卖者吼，啊，但是也无迄简单的先互我好，啊，再来无台啊，无台啊，卖来卖来，来我先买只简单的简单。来，我先买只简单的啦吼，我先买简单的啦。这烟肠吼，这大条烟肠，这长的真正落啊，简单的迄个起来啦，哟，月亮啊。这种的同款用煎啊，切落薄薄啊，炒饭嘛会当啊吼。来，这一条同款唔免百二两条，唔免几啊四。吼，咱的烟肠啊，五分肥五分瘦，你食看嘛，外口真正足少人安尼做的。你试食看嘛，三下到尾落也无啊嘛。无啊。100块落，来100块，100有人要吃无？100块落，100块落，来谢谢。